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产品演示。据统计呢，我们一位正常女性的经期大概是30到40年。那么一生当中，我们要来400多次例假。那么一位女性一生当中要用掉1.5万个卫生巾，所以呢，在卫生巾的选择上就非常重要。那稍有不慎呢，就会造成女性健康问题。那么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呢，它是8层结构设计。科技领先，品质出众。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几组实验来为大家展示一下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独特魅力。好，那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啊，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一个外包装。那么这个外包装呢是采用食品级的优质的铝箔袋，安全环保，经久耐用。而且这边呢有一个非常贴心的易拉贴封口设计，那不仅开盒方便，而且的话呢还能防潮、防菌、防污染。那么现在呢，我们从里面拿出一片卫生巾来。好，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封口撕开。那么它是一个360度全方位的一个封口设计。那么即使放在包包里面，经过很多一些物品的摩擦，它的这个外包装还是非常的完整。那么能最大程度上呢，来防止污染。好，那我们现在拿出一片卫生巾。撕掉它的外包装，把它贴在桌子上。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用手背来轻触一下卫生巾的表层，会感觉非常柔软，而且呢很干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卫生巾的吸水性能和它的干爽性。那么我们准备了一杯清水。那么为了更加直观的来体现它的一个就是吸水性呢，我们往里面加了两些碘酒，我们来吸取50毫升的加了碘酒的液体。好，把它一次注入到卫生巾当中。那么我们会看到在整个注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卫生巾的一个吸水性能非常的好，能够快速的来吸收，而且呢没有任何的侧漏现象。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把它静置5到6秒钟，之后呢我们来测试它的一个干爽性。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一张干爽的纸巾，我们把它放在上面呢进行拍打。大家看一下，表面还是非常的干爽啊，没有任何潮湿，那么说明我们卫生巾的一个干爽性能非常的棒。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粘柔表层是采用医用级的肉蜂无纺布精制而成，那它的一个吸水性能和渗透性呢非常好，那么能够将液体呢快速的吸收到底层去，所以的话呢这个表面呢能保持非常的干爽。那么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它的吸水能力为什么会那么强呢？我们来层层剖析一下。那么我们把两侧的黄色的条撕开，开棉柔表层。好了，那么我们会看到中间蓝色的高科技的磁动力芯片，那么下面呢是360度高密度的无尘纸。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60度高密度的无尘纸，我们把它翻转，打开无尘纸，那么就可以看到刚刚已经注入了水的吸水因子。我们把吸水因子把它卷起来，将它放入有150毫升水的容器当中，静置片刻，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超强的吸水能力。那我们现在把吸水因子导出来，可以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全部被吸水因子吸收掉了，杯子里面已经一滴水都没有了，所以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的吸水能力非常的强。好，我们现在移开无尘纸，那么可以看到一层食品级的底膜，那么在它的背面呢有4条排列整齐的安全环保的
食品级的废胶。那么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食品级底膜的一个透气性。那么我们现在准备两个杯子，在其中一个杯子上呢，我们倒入热水。好，那么将我们的食品级底膜呢，在上面呢再盖入一个空杯子。那么静置片刻呢，我们会发现在空杯子上面的话，慢慢的会有雾气产生，我们透明的空杯子慢慢的变得不透明了，那里面有很多的雾气，那么说明我们爱生活直通的卫生巾的透气性非常好，那能为我们女性营造一个干爽透气的私密环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荧光剂检测。那 S 复印纸上面呢还有大量的荧光剂，那么用荧光笔检测的时候呢，它是呈亮蓝色的。好，那我们再检测一下卫生巾，卫生巾上面呢呈现出来的是淡紫色，说明它整个都是不含荧光剂的，非常的安全，可以放心使用。好，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里面很特别的这个蓝色的高科技的磁动力芯片。那么它呢有三大作用啊，有磁动力、负离子、远红外。那么它能调节女性的身心健康，促进血液循环，在经期的时候呢，能很好的缓解经痛，而且的话呢，能够消除异味。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用磁性笔来检测一下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是否含有磁动力。那么我们用这个就是磁性检测笔轻轻的划过磁片正常，磁片。那么其次，磁片正常，就说明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有很好的一个磁性来保护女性的健康。好了，那么通过以上几种实验呢，我们不难得出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具有优越的性能。那么它是一款科技领先、安全舒适，同时能调养身心、呵护女性健康的功能性卫生用品。爱生活磁动力卫生巾，呵护女性健康每一天。